第二局下半场，马古这边女巫被扳掉，是打了一个雕刻，雕刻也算是一手绝活了。阵容方面的话，先知祭司嘛加佣兵啊，这套阵容想要赢一个雕刻家，最好的一个开局就是这样子冒险家遇到，然后当然前提是这冒险家苟住啊，苟不住呢你就当我没说。最好的开局就是冒险家遇，但是他得苟住啊，就没苟住那没办法呀，没苟住这个局可能就只能奔着保平去了。这先知鸟还估计还没回来呢，一刀在冒险家走位上面好像还被卡了一下的，那鸟都没给上啊。确实，因为这套阵容他是没有办法跟那个雕刻家刚正面的，所以说冒险家如果前期能够遇到雕刻家，然后他苟一苟的话呢，确实要比其他监管者来牵制会更好一点。但刚刚没有看到是不是先知的鸟在头上转了一圈啊，这个不清楚。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已经就如果说这里马古求稳的话，我觉得已经平局已经能保下来了，但是他这里的话应该是想要2-0直接带走的。看看这边有耳鸣，下一个坟场两秒钟，这边估计再丢一个坟场去找先知，先知这边已经被打了一下了，提前放雕像防一手，你跳护臂过来，但是你人都没看见呀，你怎么地你得出去看一看人。马古这今天打的真的好稳啊，稳的有点过分了，哎，就完全就是对吧，哎，提前放雕像都来了对吧，刚刚上一把女巫也是就完全不追双的，这里守着啊，可以佣兵这边直接卖掉，卖掉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，因为佣兵来救这边是可以让这个雕刻家趁着几波存在感到二阶的，坟场一开夹不太夹得中啊，这个位置不太好夹，毕竟没有到二阶，这些雕像的一个伤害输出的一个可能性不高的，就是纯看你的一个释放时机，放下来那一下能夹中就夹中了，你要等他对吧再来回摆动的过程当中夹中可能性不高，他这边可能想闪，因为他有闪的，闪你要闪了打个震慑这不赢了，你也太稳了吧，太稳了，你再慢慢的穷者这慢慢盘又要给他们有机会盘活吗，补一刀差一刀到二阶，外面电击看一下最好抓先知，但是先知的位置的话离得有点远，这边好像有看到电击的抖动过去了，对，找到先知的话一个 2.5 都不止了， 2.7 2.8 了，先知有鸟归有鸟，这先知撑不了太久的，因为这个雕刻家离二阶只差一刀，闪，哎呦也行吧，就当是这个闪现被鸟给顶了，不要干扰自己的心态，没事，他鸟已经顶出来了，问题不大，好吧，这两块板子踩一踩，将其击倒挂上可以稳住。雕像的话现在是一个二阶，这块板子踹了，看前面还有一块短板的一个博弈，这块板子得让先知下，或者等两连雕像也可以，这个点位架住了两连雕像也可以直接推死，推死佣兵这里被摸好，但是佣兵过来就还是有风险的，就是远距离看到的话雕像一合打一下，然后这边一刀打出一个双倒，这边祭司过来嘛，祭司过来位置上面好像也被看见，要打一个洞，不打洞吗，直接走，马古这边好像守着，哎，稳着来，哎，把洞给打了，补推救下来，祭司追一波双倒，这波伤害打得有点快呀，等于说是一个满血祭司直接没，再加上先知挨了一刀半，打了 3.5 段的存在，打了 3.5 刀的一个伤害出来，这波双刀秒完可以提前恭喜 MWS 了，但是他刚才那个打洞的那个操作，其实我觉得今天的马古真的太稳了，稳的让我有一点点难以想象。合一轮佣兵再来救，手上还有一手薄命，但是这个位置的话
能突破吗？能突破吗？祭司教自己一个护臂弹过来，这里他的雕像甚至不来打佣兵，直接用来防守。要我的话，直接对吧，对着佣兵就放雕像，先把你打成败血，然后追一刀你救人，你救完人以后把这先知拿了挂飞，你在地上躺好。这边的板子已经全部用掉了，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交互点了，最多再翻一个这个窗，再翻一手窗意义也不是特别大。一刀打掉以后看吧，这边可能切底牌传送去秒祭司，秒完祭司找佣兵完成一个四抓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祭司这边有没有反应啊？他的底牌没有切，你不会要把这个闪现留着稳保一个三吧？好像是这么想的，闪现都不切了，我这闪现留着，我看你们怎么跑两个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打比赛这样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。闪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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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不闪？这不闪？来，各位观众，你们觉得马古会不会闪？我觉得他不会闪。他一定要平地打刀，他这个闪他留着，对吧？你这时候电击点亮了，我还有个闪，我可以保一个三。挂上，教自己的祭司他还挂上了。那这个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带的是挽留，守住，你们爱咋咋地，我不跟你们玩了，我守住这个我就赢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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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任何问题，打得非常好，真的是非常好。这个不是说是开玩笑，就打比赛就是这样子啊，打比赛就是这样子，对吧？我拿下我该拿的全部的，然后保证队伍不出任何意外的保下一个胜利，非常好，2-0带走。来救来救来救，来来来来，你教自己的来。佣兵好，雕像继续推推，这佣兵一刀没的。马古这边反正哎，一刀完成一个四抓啊，佣兵也没办法，必须来救，救也不救就输了，对吧？救了嘛，反正虽然没什么机会，但是尝试一下，万一有呢？万一对吧？大雷暴把马古打断线了呢？对不对？